大家好，我小潘。这个无人机买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吧，从来没有开过，今天试一下。按一下，然后再按一下。今天这个 APP 里面开始飞行。怎么就飞起来了？再来一次。我先要点猪菜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风景。这个无人机操作还是蛮简单的。